waiter 介绍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个容器，我们说的 list。 好，来看 list。 那 list 这个列表容器呢，它和 waiter 一样，也是标准模板库提供的一个模板类，当做一个容器来使用。不一样的地方呢， waiter 是数组吧， list 呢是一个双向链表，插入和删除是比较方便的吧。好，双向链表，那么这个双向链表插入删除的时候，其实它可以在前面插入，其实也可以在后面插入，对吧？所以它的方法呢，相应会比 waiter 会多一些。那我们来看，那使用它的时候呢，同样也要求包含一个条件吧，你用到哪个容器就包含哪个容器的条件吧，用 waiter 就包含 waiter， 用 list 呢就包含 list 的。同样呢，也需要引入这个命名空间吧，要么呢你直接引入整个，要么你单独声明才行，对吧？好，这是要求。然后声明的方法呢，跟前面类似的， list 的容器指明类型，存储的数据，后面呢起个名字吧，起名字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是我们的 list 容器。大家注意 C 加加里面这个模板类有没有大写啊？有没有大写？没有大写吧？啊，千万不要像 Java 一样把大写了。namespace。好，要使用 list 的这个容器呢，包含 list 的头件，关它吧。不管怎么样，它肯定都已经引入了吧，已经有了。对。使用 list 的容器。好，那么来看，我们怎么定义一个 list 的容器呢？首先 list， 然后其中要指明存的数据吧。这里我也简单点，存整数可以吧？好，安静的。然后后面呢，起个名字吧。好，起个名字，叫 list 吧。这里呢，就是定义一个空的 list 器，定空的吧。好，但后面呢，你可以指定有若干元素吧。也可以指定元素里面的初值都可以。我这样写呢，就类似定义变量啊，类似定义变量吧。好，有了这个容器之后，接下来问题是我们怎么往这个容器当中填数据吧，对吧？怎么放数据进去？那放数据的方法呢，来看一下 list。 好， list 里面也有类似的 push 吧，但 push 里面有 push back， 有 push front 吧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 push back， 它是在 list 的尾部添加的吧。 push front 呢，在 list 的头部添加的。好，我们都来试一下，看这个怎么用。push back， 好， push back 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放初值进来，好，再来几个。现在应该不会空了吧，对吧？好，同样可以判断一下空的问题。怎么判断呢？就用这个方法 list， 它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 empty。 好，你使用这个 evcpp 呢，其实可以自动补全的。补全这些类里面的成员函数和这个属性的时候呢， control 加空格，但是你考虑空格一般会跟你的输入法快进行冲突，对吧？我是把我的输入法 control 空格给禁用，所以呢可以这样补全吧。那如果禁用的话呢，也是可以补全，或者你改改的快件也行。好，这是判断为空吧。如果空的话呢，就把 true 打出来，否则呢打 false。有三个元素之后应该是不为空了吧，应该会打 false 了吧。
好，在尾部插入。好，除了在尾部插入呢，我们其实还可以在头部插入 list from， 在头部插入吧。好，多插入100，然后呢多插入几个，200 300，好，再来一个400，我现在总共插入了7个元素吧。好，插入元素之后，我们怎么把 list 容器里面的数据给遍历出来呢？怎么把它给遍历出来呢？好，它的插入操作，插入了7个元素之后也很便利的，这个时候不能像数组一样便利了，为什么呢？它不是连续的吧，是一个链式存储的。那链式存储你要想把这个遍历出来，就用到迭代器，用到迭代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迭代器的问题。什么是迭代器不用说了吧，大家知道吧。好，那在 C++ 里面，这个迭代器是什么东西呢？一个广义上的指针。为什么叫广义上的指针呢？因为有些迭代器它确实是指针，但是呢有些迭代器可能是特别的一个操作数据的对象。迭代器不一定是真正指针，但它行为看起来跟指针是很像的，对吧？所以呢我们还叫做一个广义上的指针。那利用指针是可以依次访问这样的对象，对吧？就是广义上的指针。那么每一种 C++ 的容器呢都定义了自己的迭代器。那如果直接使用这个迭代器的时候，那你就得指明清楚到底这个迭代器在哪一个类里面，对吧？好，得指明清楚在哪个类里面。这有点像什么呢？在 Java 当中，如果你用到某一个类的话，需要导包啊，你在哪个包里面吧。好，这里呢用导包，但你需要通过运算符和这个类来指明到底迭代器属于谁，对吧？好，那它的这个定义方法呢是这样的。比如你要定义一个指向 waiter 容器保存 int 数据的这样一个类当中的迭代器呢，那前面要指明清楚 waiter int， 然后呢用预运算符指明清楚这个迭代器在哪个类里面，对吧？因为每个类定义了各自自己的吧，嵌套在这个类定义的部分，所以呢它的作用域是在类里面。你要想使用呢，对，用这种方式来使用， OK 吧？好，就是怎么定义一个迭代器，怎么定义迭代器。好，那定义迭代器之后呢，后面方法无非就是不断的把迭代器往后加，然后操作数据吧，对吧？定一个来看一下，这里定一个迭代器。我现在既然这个迭代器要指向的是 list 容器里面的元素，应该这么写。首先 list， 然后呢预运算符指明在这吧， iterator 就是一个迭代器吧。然后名字呢我就叫Later， 好，叫它，这是一个迭代器吧。好，拿到迭代器之后，怎么用迭代器来访问元素呢？怎么用迭代器来访问元素呢？好，这里面有两个方法。list 容器当中有一个方法叫做一定能够返回像第一个元素的迭代器吧，这样。第一个元素迭代器，好，先有 begin 呢，还有一个啊 end， 返回末尾迭代器。好，这个地方返回末尾迭代器特别容易理解突破。好，画个图来看一下。好，简单起见，我就以这个顺序的来表示啊，或类似的。好，比如说这有一个容器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空间吧。存储的时候 begin 在哪儿呢？ begin 在开头，对吧？ begin 在开头。
一定可以返回指向第一个元素的迭代器吧。好，返回迭代器指向第一个元素。是。好，迭代器指向开头对吧？第一个元素，我写个下标吧，就是下标0的，下标1的，第一元素、第二元素吧。第二个元素，好，第一元素，第二元素，第三个元素，第四个，第四个是第五个，第六个对吧？好，是第七个，七个。那么 and 呢？它返回的，假设我现在存数据呢，有这样几个存了，发现，这个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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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七个没有损，没有损，因为最后一个元素应该是第六个吧，第六个吧。那 and 这个方法返回迭代器呢，它指向的是这儿，在这儿。好，对，好 ，and 指向迭代器呢，在这个位置。要 and 方法获得迭代器，并不是指向最后一个元素，而是指向最后一个元素下一个位置，两段的。好，想想为什么是指向最后元素下一个位置，而不是指向最后元素呢？如果指的是最后元素，那我们在用迭代器便利的时候，第一次 begin 从这开始吧。好，画一个。好，毕竟如果从这儿开始的话，从这儿开始，这第一次吧。好，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，怎么点？点。如果 and 获得是指向最后一个元素的位置的话，那么你循环的时候需要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不停啊，因为你判断是只能判断 begin 到 end 之间， and 能不能取到？循环的时候是判断从 begin 开始不等于 end 呀，是不等于 end 的。好，如果你 end 是指向最后元素的话，那你这个地方一旦到最后元素，这个条件是不是就不成立了，循环就结束了？那你每次便利是不是都漏一个，能理解吗？所以最后一个 end 返回的迭代器的位置并不是在最后一个元素，而是在最后元素的下一个位置，能理解吧？这样的话判断如果没有指到 end 的话，是不是继续啊？到这儿的时候等 end 没？没等对吧？这还得再循环到下一次才能判断结束啊！就所有的元素是不可以便利到，能理解吧？好，所以呢，在 list 里面获得的 end 对应迭代器的位置，并不是最后一个元素的位置，而是最后一个元素下一个位置，能理解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便利过程。一个后循环，首先 iter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list t 点有一个并获得指向第一个元素的迭代器吧。然后呢，这个条件怎么写？ iter 是判断不等于 list点 and， 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它呢可以实现此等运算或者自检运算，这样是就从 D 开始不断的往加，加到最后元素后面那个会停吗？好，那拿到迭代器后怎么操作元素呢？我们说了，迭代器它的行为就类似指针对吧？好，类似指针的话，指针的元素啊，比如说是整数对吧？整数是叫 t 吧 ？t 是等于什么的？星 e n t iter 通过指针的方式来访问的，通过指针的方式访问。好，你不用关心到底这个迭代器是指针实现的还是一个对象。你只要知道这种方式都可以访问，形式同意了吧？
具体细节不用管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依次把这个数据给打出来，看一下，来 git 是吧？然后呢 ，and l， 每一次的 DNC 是不是都往加了？都往加了吧？好，来看看，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顺序。我先插入是十、二十、三十吧，再插入的是十、二、一百、两百、三百、四百吧。顺序为什么成这样的？为什么？因为 push back 是在尾部插入吧？那你 push from 是在头部插入啊？既然是在头部插入，那么后插入的是反而在前面的，能理解吗？好，就是双根列表，既可以实现头插，也可以实现尾插，能效果吧？怎么说的？怎么使用迭代器，然后呢便利这个元素吧。好，关于迭代器的使用呢，课件上我写的很清楚，在这儿。通过迭代器访问这个元素的方法呢，就是利用指针运算符吧，利用指针运算符，然后它的访问范围呢，好，特地把它给框出来了，红色了吧。 begin 是第一个元素是可以访问的吧， end 是最后一个元素下一个位置是不能访问的吧，所以这个集合右边是开的，防不到吧？好，防不到。那原因呢？就是，就算你这里面有 begin 和 end， 那最终访问的时候，其实 end 是不能访问的吧？没有元素 ，end 前面一个才是最后一个元素吧？你可访问的范围就在它们之间，在它们之间，了解吧？好，这个访问的形式呢是这样的 ，OK 吧？那 list 里面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判空。除了判空、头插、尾插，然后呢，迭代器还有什么呢？好，还有一些，我们来看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 insert 插入一个元素到 list 当中来，插入的时候怎么乱插入啊？你要想往这里面插入，是不是要指定位置啊？指定位置吧，指定位置的时候通过什么指定呢？来看，要通过迭代器来指定位置啊。迭代器的位置吧，后面呢提供这个数据吧，提供数据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那能不能我把迭代器加上几个值，比如说现在有1234567，就是七个元素吧，我想插入一个，在哪插入呢？ list 现在有迭代器对吧？好，那迭代器下面，那我能不能把迭代器，比如说我想在从头开始第一、第二、第二个元素后面插入一个零。好，现在的顺序是400、300、200、100、10、20、30吧。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数据和第二个数据之间，我想插入一个零的话，插入呢？对，关键是找到这个位置吧，找到这个位置。好 ，insert 插入之后是在某一个位置之后插入的，这边找到这个位置吧。好，那找到这个位置能不能这么做呢？这样行不行？我们说迭代器是一个广义上的指针吧，对于指针来说你加二完全没有问题吧，没有问题吧。好，但你也别忘了迭代器可能也不是一个指针，是一个对象嘛。那这样做行不行呢？给你看看，我错了吧，告诉我们加等于这个运算符并没有实现吧，没有存在这个运算符，所以实现不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已经知道的迭代器是可以实现自增自减的吧，自增自减的吧。好，那你要想在第二个位置操作应该是这样做，把迭代器移到那个位置吧，对吧？对于向量容器来说，你直接指定下标是不是访问的元素啊，对吧？对于链式存储的 list 呢不行，这么做。好，现在指定它位置对吧，等于什么呢？先找到第一个元素的位置，指定，就只想看到元素啊，想看元素吧。那你想在第二个位置操作需要移动两次啊，移动两次，看看，插入的时候，插入到这个位置，或者呢，啊，指定位置是吧？
那如果在第二个位敲的话，在哪儿？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吧。第二个位置插入的时候，其实它会插入到这个后面来吧。好，我们来看 ，int i 等于零 ，i 呢小于二，移动两次，移动两次吧。好，移动的，直接把 iterator 加加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循环一次挪一下，循环一次挪一下，循环两次就挪到第二个位置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调的点 insert。好，第一个呢，需要填这个迭代器来指明位置吧，位置。第二个呢，插入零，这数据吧，插入一些数据。然后我们再来编译一下，看看是在第二位插入吧，对吧？好，这是使用迭代器在list 里面指定位插入的方法，第几个位插入 ，OK 了吧？就是插入操作。那除了插入操作还有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，还有什么操作呢？好，这里面方法有很多，对吧？方法很多。好，我们再说几个用的比较多的，有一个叫什么呢？有个叫 reverse， 还有一个叫 sort。sort 什么呢 ？sort 指的是排序吧？好，会让它成为一个有序的 list 的。插入后再来叫什么呢 ？list 点 sort。你观察一下这个 sort 排序之后，它顺序是怎样的？来看，原来顺序是400、300、200、100、10、20、30吧。排序之后呢，从小往大排了。上到排吧，那也就是说，我想从大往小怎么办呢？好，下面有一个看到了是吧？有一个 reverse， 我把顺序整个给倒转过来吧，整个倒转过来。好，再调一下 reverse， 就是从小向大元素排序吧，元素排序。这里呢，就是指定位置插入，指定位置插入数据，指定位插入数据。好，再来呢，我可以让它反转一下 ，list 点有一个 reverse 吧 ，reverse 函数，它呢实现元素顺序的反转。好 ，reverse 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情况，现在是从大往小了，从大往小吧，是 list 的操作，一操作。好，看一下还有什么说的，差不多就这么多吧。基本的插入数据，然后呢，指定位插入，然后判断是否为空，排序，还有逆置，对吧？如果删除呢，删除这里面有，那这边有什么呢？有 clean 删除所有元素，还有呢，删除一个指定元素，通过迭代器来指定 ，OK 了吧？好，你也可以什么呢？删除其中的最后元素，删除第一个元素，这个 push 呢是插入对吧 ？pop 呢就是删除。好，我们说的这个地方的 list 的容器 ，OK 了吧？重点掌握这个迭代器的问题，还有呢，迭代器它的。本身迭代器的定义方法吧，你哪一个类的迭代器，哪个容器迭代器，还有呢，点掌握这方的 and 是下一个位置吧。